韩国的艺人，许多中国的网友都非常的喜爱。同样的，韩国的网友对于我们中国的艺人也是相当有兴趣。近日江疏影的一张照片就在韩网上得到热传，清纯的样子更被韩国网友评为最想约会的对象。其实这一张照片是江疏影在央视彩排春节联欢晚会的抓拍照，这一张照片没有经过任何的 P 图，但是照片上的江疏影却非常的抓人眼球。当天她身穿黑色的羽绒服，搭配一件毛线衣，白皙的肌肤，清纯的容貌，显得非常的清纯有气质。这一张未被 PS 过的图片似乎也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强烈关注，韩国媒体甚至以最